给大家看看团长的上分效率以及团长用的配件。新赛季凌晨开打，从钻石五开始打，一场直播直接上到了大师段位。然后第二天呢，老板点了一个从钻石五到传奇战神的单子，大师段位那个号，我自己的号就没有必要再打了。然后团长一口气直接打到了大师三段位，单上到战神之后我就下播啊。今天晚上压力还是很小的，技术本身是24小时之内打的，然后打到了凌晨，就带亚丹是带老板和单排上去的。OK。团长上分的配件只有三个，祝大家在新的赛季里面玩得开心，玩得愉快。这里的团长，期待你们的关注。